还在给我注意。你看看，昨天是这样子啦。昨天在睡觉，他帮他理毛。今天你看帮他。我们家猫都这样子啊，我们家两只猫睡在一起都是这样子啊。那种天，我们每天在看没什么稀奇耶。OK， 帮他舔，你看，黄金一步很享受的样子。因为头舔不到了。那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黄金舔它呀。好可爱哦。你看吃了那罐头，肚子凸出来了。你看看，三花胖好多。你看看，对它多好。吃饱喝饱了。哎，我去它再吃。你不走了呀？拜拜。对啊，那我知道。再吃再吃。再走啊！就在那个蓝树那边，就是什么？蓝树。就是要绕出再找那边一条。用的小黄金在帮三花梳头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互舔，看好可爱。啊，我觉得好好奇，我也想看。对，很可爱。放心，我会用一种关怀他的眼神看着他的。你知道我都看完了，装点的够了。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基本上是。老公自己舔。在台湾。他是太好笑了。Thank you.